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。自12月1日启动秋冬防疫专案，请您共同配合以下事项：一、前往医疗照护、公共运输、生活消费、教育学习、观展观赛、休闲娱乐、宗教祭祀、洽公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，因为不宜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，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，请您务必佩戴口罩。二、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，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。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请您自主戴上口罩。参加过程也请配合10连制、量体温、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。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台股真的太嚣张了，各位真的有够嚣张，各位嚣张的好，嚣张的有霸气。各位，今天台股正式站上15000点，各位真的给他们鼓鼓掌。能进入股市，你有很多的机会。但是这个机会到的时候，各位很多人，如果你是先知先觉的人，你会第一次选择陈立豪。如果你在股市里面，你看了我这么久的电视节目，你到现在你还不会跟着立豪一起来打江山，各位那我无话可说。有可能是立豪的话术不好，有可能是立豪做得不够好，让你没有办法选择立豪。我在今天我非常的感恩，我非常的骄傲，各位我们的业绩第一，我们的绩效还是第一，而且各位电话量创新高。各位你做的怎么样，其实啊你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爷都会帮你的忙。因为第一个，我不造假，我不作弊，我不欺骗，我不吹牛。各位利好进入股市，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利得，资本利得就是金钱游戏。你既然有金钱游戏，你就会有人为炒作。各位你看今天台积电最后一盘，各位涨6块，今天收542块，刚好把这个台股拉到15000点，真的15000点。请问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这一张我是在8月27号放到现在，你有要相信吗？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这一张图啊，我从8月27号一路跟你讲到现在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看到这一张图打电话到公司，然后踏出成功的这一步的吗？各位数不出来了，数不清了。因为陈立豪当初我跟你说过，你记不记得当初8500点有没有开始要起涨的时候，外资从8500点涨到将近10000点的时候，沿路卖，卖了6000亿。我当初我就跟所有投资朋友们讲，我说外资他就是一个不会做股票的超级大散户，我说他们卖了6000亿，到最后就会全部都会补回来。很多人他不相信，我当初还跟你讲原因跟理由，而且各位还跟你讲就是15000点他一定会到。各位到了今天15000到了，所以各位什么股在带？高价电子股，全部都是高价电子股在带，冲关15000。各位你知道现在我的投信朋友跟那个外资朋友都在讲，陈立豪真的啦，
你到我们券商来啊，帮我们做个指导，我没有骗你们，真的，我分析股票真的一流的。虽然我在电视上我不讲基本面，我也不跟你讲技术面，但是各位，我等一下会让你看我今天早上我怎么分析给我的清代会员，你就会知道原来陈立豪真的这么厉害。各位，今天你手机你没办法造假嘞，手机的日期跟时间点你没办法作弊，各位，我等一下我都让你看。今天有一档股票，各位，我等一下也会跟你讲，就是我侧标上的金相光。各位，如果说你今天才去买金相光或许还 OK 啦，但是各位，我昨天就买了，你相信吗？我昨天就买金相光了呢。各位，3530的金相光今天拉涨停呢，我等一下会让你看看我昨天就买金相光，好不好？但是各位，在讲金相光之前，各位先让你看四星 KY。 全市场都知道四星 KY 陈立豪做到真的有够厉害，真的有够棒。各位，我从9月1号开始，我当初就跟你讲，我说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你要做到验证，要做到诚信，大家才会跟你啊。我当初就提了两档股票，我说你要有利基也要有四星 KY。 给我9月2号还再跟你讲一次，我说看看为什么利豪是第一啊。给我还跟你讲利基，还跟你讲四星，我当初跟你说过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9月1号开始你一定要有利基跟四星 KY 这两档股票。各位，你有吗？我今天很骄傲的要告诉各位，利基在昨天创新高，我要再度告诉你，四星 KY 今天创新高。各位，光这两档股票，我真的带着利豪的会员在股市里面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。各位，很多人真的买车又买房，而且那个车是买那个很高级的车，那个房子各位是买那个豪宅，你听得懂吗？我现在各位，我再放一次我最后一次买四星 KY 的那种勇气，那种霸气跟行动力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我昨天在电视上1月4号我说为什么我们的业绩是第一，绩效是第一，我昨天不是给你看了四段 VCR 吗？各位，利基我们最后一次赚了73块，四星各位最后一次596块，买到今天各位它不是85块了，他到了今天已经赚了140块。我现在放一段我最后一次买四星 KY 的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让你看看我当初最后一次买596块那种勇气，那种霸气，你敢买吗？各位，你看今天哦，各位，今天的四星 KY 创新高来到738。各位，你看看这档股票，你看看多可怕，多可怕。那利豪是什么时候给你买？12月23号我买最后一次，12月23我买最后一次，买最后一次，买了之后，各位你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涨了140块。各位口说无凭，再让你看一次，为什么我们是第一？为什么人家法人给利豪第一？为什么我们的绩效是第一？而且各位，最主要的是我们这档股票已经让你创造了1280块的价差。各位请看 VCR。 各位，如果陈立豪跟你讲说今天在杀盘的时候你敢买吗？请看，各位，今天杀下来杀到最低595，你敢进吗？如果立豪跟你讲这档股票又买回来，你会相信吗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如果利豪跟你讲我又买回来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当然不会相信呢、啊、因为你没有跟着一起做，你不会相信，你只能在电视上看到我在验证而已。所以各位，12月23号596，刚刚你看到的 VCR， 各位，到了12月24号它已经来到619，我叫你续报。到了1月4号昨天来到681 683涨停板，赚了85块。到了今天1月5号，各位，来到了736到738，我总共赚了140块。各位，请你跟我念八个字，叫千真万确真实富贵。各位，这档股票我最后一次做到今天，各位，我赚了140块。
如果说之前的1140块再加上各位140块，总共就是1280块。各位，这档股票从9月1号开始，我9月1号开始做四星，9月2号跟你讲我们一定要有四星，9月2号有没有？9月2号跟你讲我们一定要有四星 KY。 各位，那各位到了今天我已经赚了1280块。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造假，我不欺骗，我不吹牛，我也不作弊。今天我怎么讲你们才会相信，我不知道。就像我跟你讲15000点一定会到，很多人不相信。好，各位没有关系啊，我这张图我就跟你讲，我8月27号放到现在，各位到了今天15000点，而且各位一毛不差，一点不差，15000真的全部到了，15000。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讲高价电子股吗？高价电子股吗？昨天高价电子股带领冲关，今天高价电子股再带，各位全部都是高价电子股。这就是陈立豪。各位，我跟你说过，你做股票真的你要跟着立豪打江山。所以各位，最后一次的四星 KY， 各位对不对？596块买，各位到了今天你看看四星 KY， 各位今天最高738，已经赚了140块。各位恭喜你，这档股票真的让你赚的，真的买车又买房。好，各位投资朋友们，我现在要让你们看一看你跟着陈立豪到底有什么好处。好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立豪当初跟你说过，我说2018年10月5号，我说我希望你能够成为，真的很多人是辛苦人跟一般人，我希望我能够把你成为有钱人，我一直都在做当中。刚刚你看到的是四星 KY 对不对？那各位，那第二段 VCR 再让你看一下利基，我最后一次买的好不好？各位你看看，昨天其实你都有看到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一次，你看看利基，我在最后一次352块买的哦，352块买的哦，利基哦。各位到了今天，各位一样，它一样创新高，利基最后一次买，各位我赚73块。我让你看看昨天我再让你看的利基，今天再看一次，真的看到之后你会真的竖起大拇指，陈立豪真的很厉害。那个九月一号讲利基，九月一号讲那个四星 KY， 说一定要有这两档股票，真的飙的跟什么一样。各位请看 VCR。 如果陈立豪跟你讲说，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昨天在杀盘的时候利基有敢买，你就相信吗？你看12月22号昨天在杀盘下午1点16分跌到352块半，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各位今天收盘你看收359，各位这就是陈立豪啊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真的这就是陈立豪。从我九月一号跟你讲你一定要有利基跟四星，九月二号也跟你讲为什么我们是第一，有没有？我当初就跟你讲你利基跟四星一定要有，这两只一定要有，而且我都来回做价差，我说我一定验证让你看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各位你不相信，你看利基，你看利基，你看利基啊，就算你一波到底好了，各位也是创新高了对不对？你再看四星 KY， 你看就算你一波到底一样创新高了。各位这就是陈立豪。那各位我再让你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跟着陈立豪打江山好吗？你记不记得各位金星科，你记不记得金星科？各位，我在12月29号人家还没买的时候我已经布局了金星科。各位你看12月29号金星科这档股票，注意看哦。各位金星科12月29号各位都没有涨到，我买了之后一路飙，你看金星科今天创新高，你看你看看创新高，金星科有没有？各位这档股票啊，如果你真的、跟我一起买，12月29号买金星科，12月29号各位12月30号就飙上来了，各位12月30号已经涨了29块了，各位到了12月31号涨了58块，各位到了今天，到昨天1月4号涨了80块。各位这档股票你买10张就好，
你赚80万，100张赚800万。各位，从12月29号到昨天1月4号，80万，10张就好。各位，而且我都是事先跟你讲的哦，我都事先讲的哦。你看金星科哦，在12月29号，人家还没有买，我就已经买了哦。12月29号哦，各位，你看看12月29号买的哦，对不对？买了之后 ，bang， 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，连飙4天。好，各位，这有什么稀奇？稀奇的在这一支。各位，我昨天又买金像电、金像光，我昨天又买金像光，我昨天买金像光哦。各位，今天金像光拉一根涨停板，昨天买金像光哦，昨天收126.5哦。各位，今天拉一根涨停板，你一定会说老师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各位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不造假，我不作弊，我不欺骗，我不吹牛啊。我们来看，注意看，各位注意看，陈立豪为什么做得到，好不好？人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跟你说过，迈入了2021年了，是立豪的天下，我可以帮你打江山，我可以帮你真的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，你不要把我跟别的老师比。我不造假，我不作弊，我不欺骗，我不吹牛。哥，请看，哥，这是昨天的吗？哥，这可以拉的呢，这可以拉的，不会造假呢。哥，我昨天买什么？昨天买什么？你念给我听。3530的金像光，各位，金像光今天啪拉涨停，各位拉涨停。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可以像陈立豪这样吗 ？VCR 能看也给你看，手机能看也让你看。金星科12月29号没人要买，买了之后连飙4天，今天再创新高。金像光昨天没人要买，买了之后今天拉涨停。四星 KY 9月1号跟你讲，我说我要来回做价差，到了今天我赚了1280块，连最后一次我带你买12月23买到596，今天啪一声到738。各位，四星 KY 立基跟你讲，最后一次我买在352.5，各位，今天昨天创新高，赚了73块。各位，为什么我们是第一？你这样听得懂意思了吗？为什么我们是第一？投信给第一，法人给第一，主力大户给陈立豪第一。这不是造假，不是作弊，不是吹牛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各位，昨天我的电视上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们业绩是第一，绩效是第一？我昨天用4段 VCR 让你看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次买利基赚了73，创新高。四星 KY 到今天创新高，各位赚了140块。利旺最后一次赚68块，宏硕最后一次赚39块。各位，这样的老师你还不跟，你要怎么办？12月29号没人要买金星科，我买金星科，连飙4天，今天再创新高。对不对？你看金星科今天再创新高啊！昨天没有人要买金像光，我买金像光，各位，金像光今天拉涨停。各位，这能够造假作弊吗？各位，你看昨天买什么？金像光，昨天哦。好，各位，再让你看我12月29号买什么。12月29号 我一样用手机给你看好了，好不好？用手机给你看，各位，12月29号买金星科，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。昨天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？各位，昨天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？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？全力买进。昨天你有打电话吗？全力买进金像光。给我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很多的事情我早就 有在做盘算。你看看我今天哦，我怎么带我自己亲带的会员。你看完之后你不用竖起两只大拇指，你只要心真的在心里面想说，我真的就要跟陈立豪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看我陈立豪，我在多久其实早就告诉我的会员，
这是一万五，这各位会变成底部啊！我早就跟他讲了，而且昨天晚上美国股市重挫300多点哦。你看我怎么分析好不好？请看各位，今天早上，今天的、哦、会员早上好。昨晚美国因为消息面的影响，在创新高之后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在2021年开市下跌382点，科技股也下跌189点。市场担心拜登上任之后的政经措施将有阻碍。从技术面来看，不管日 K D、周 K D、月 K D 都在相对的高档。虽然是如此，但是我之所以之前已经告诉大家，因为这样的行情真的是十年难得一见，所以真的无法用技术面、基本面来讲。尤其在台股方面，五大理由，我之前跟你说过五大理由会看涨，对不对？说明台股虽然也在相对高档，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会下杀整理，但是资金充裕，本益比偏低，类股轮动也健康，所以技术面来看，虽然可能形成钝化现象，因此这样的走势是绝对无法想象。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绝对让你无法想象。所以我的看法看哪里？看到一万八，看到一万八，早上5:34就在分析。陈立豪，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。你应该有很多人参加投顾老师嘛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有很多人参加别的投顾别的老师嘛。如果你真的做得不好，如果你真的赚不到钱，各位请你转到陈立豪这边来，我来帮你，我真的来帮你，真的，我真的帮你。各位，2021年才刚开始而已啊，15000点算什么？15000点我早就预料一定会到，然后很多的报章媒体才在讲15000有没有？我8月27就跟你讲了呢，我8月27就跟你讲了呢，各位，我很早就跟你讲了呢，很早就在讲了呢，15000一定会到呢，各位到了啊，结果报章媒体杂志才在放马后炮，哦，15000一定会到，一定会到，我早就跟你讲了，那我今天再跟你讲好不好？15000，各位在整理整理几天之后，15000会变成底部了啦，下一个目标18000。你要跟谁？跟陈立豪，跟陈立豪，给我四星 KY 都可以让你赚到1280块了呢。全市场，我认为没有人能够赢过我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投信法人也没有一个人操作绩效比我还厉害的。各位，我真的是业绩第一，绩效第一啊！给我告诉各位，今天立豪没有股票要送给你的。我今天跟你讲，给你一通电话，我真的帮得到你，只要你愿意。所有的业务同仁，请你听清楚，我请你帮帮这些可怜的投资人好不好？你真的一通一通曾经有留过电话的人，有留过电话姓名的人，你打给他们，跟他们讲，真的股市里面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我可以帮得到他们好不好？业务同仁，真的你们努力一点来帮这些投资人，真的很可怜、哦、那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好不好？请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真的你好好帮自己好吗？好，各位投资们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，谢谢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，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
我是个案管理师，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。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，你偶尔会需要出差，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，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，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。200元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，这很棒哎，谢谢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现在是真的十年超级难得一见的超级大行情，资金行情啊！不要管指数啊，管指数你做不下去啊。利好8月27号就跟你讲，15000一定会到来啦，来了啦，来了呢。各位，下一个目标18000，下一个目标18000。我告诉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真的，你曾经有打过电话，你还没有跟着利好的人，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后悔了，为什么不早早跟着陈利好打江山？各位不要想过去，现在都还来得及，你愿意跟着利好，我一定帮你。各位，我很多的秘密我不能说啊，很多的秘密我不能说，但是各位，我能说的是我一定帮得到你。所以各位跟着利好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各位赶快打电话，所有的业务同仁都在等你，只要你愿意，利好来帮你。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